早安呆呆，早安森森，你好吗？我有接我接手，我的名字叫萨利纳穆哈利尼，今年我39岁，我的体重58公斤，我的身高155公分，我正印尼中侨巴来的，我信仰回教，我的县里高中毕业，我结婚了，我有2个小孩，第一12岁，第二8岁，我老公是农夫。以前我工作在阿拉伯10年，2004到2008，照顾婴儿，扫地、拖地、洗衣服、烫衣服、出差买菜，还台湾3年，2008到2011，照顾阿妈，阿妈80岁，阿妈有糖尿病，阿妈不会走路，还瘦了10年，2019到2023，照顾婴儿，我不怕苦。我不吃猪肉，但是我会吃猪肉。我想工作在香港，因为我要赚钱给我的孩子读书。谢谢呆呆，谢谢欣赏，再见。